身穿深蓝色上衣男子手上拿着检疫行李，下了公车开始漫无目的的走。这名男子就是日前在新竹阳明交大出没的西装借钱男。小老弟，因为我希望说你可以勉为其难试试看，如果真的不行，就不勉强了，因为我不喜欢跟人家。塞哪里听好，因为我们做兄弟不喜欢跟人家塞哪里。这名西装男没有工作，居无定所，缺钱花用，到处行骗，自称是军火商混黑道，看准大学生社会经验不足，只要语带威胁就会乖乖配合，而他都专挑国立大学生下手，以致被害人有阳明交大、清大、海大，不法获利超过数十多万，还为了制造断点会搭乘客运到处跑，一周内辗转多地，北中南绕圈，让警方难以锁定藏匿地点。新竹警方持续追踪，终于发现他躲回云林老家，立刻持拘票到云林逮人。于本月25日在云林县拘提嫌犯到案，后续依刑法诈欺、恐吓取财罪移送侦办。装黑道到处骗，逃到中部落网，学生终于放下心中大石，不用再担心会被西装男盯上。 TVBS 新闻陈世明、吴君贤、王如香新竹采访报道。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，记得下载 TVBS 新闻网 APP。